你们知道现在在做什么吗？放入满满的馅料，还要用水烫过。今天梅森要介绍台南知名的 Bagel 专卖店甜蜜点，他们家的口味多到能让你有选择障碍哦，而且包装非常的用心，非常的好保存哦。今天梅森带你们进到烘焙房里面，看看这超人气的 Bagel 是怎么诞生的。看师傅在面团中抹上颗粒花生酱，撒上巧克力豆，再挤上焦糖酱，还没有结束哦，这每一颗 Bagel 都像是百宝袋一样，用料真的非常的扎实，在面团还有内馅上都研究了很久哦。老板就是希望我们能尽量在每一口都能品尝到最满足的滋味。你们不知道 Bagel 还要用热水先烫过哦，洗过热水澡的 Bagel 吃起来表层才更扎实，接着就是进烤箱出炉啦。梅森每次来到这里哦，都是失心疯的，看到什么都想咬一口哎。这款焦糖脆脆花生巧克力至少给我拿三个哦，苹果乳酪清爽和浓郁的结合，他们的 Bagel 吃起来软硬适中，面包体越咬越香，重点是内馅真的都超饱满的。甜蜜点还有很多宝藏甜点哦，就等你们亲自去寻宝喽。